你跳舞没我好。当然。你长得没我帅。当然了。你不适合当 idol。当然了。你明年都赚不到钱了。当然了。你有脚气吧？当然了。你是不是三天没洗澡了？当然了。两个人之后的 idol 的路都彻底封死了，我觉得。你其实很不喜欢你的公司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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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节目你都游戏啊，游戏游戏游戏。游戏游戏